叫他们拿那个皮灰刀是最带劲吧？哎，这主要这木呀，这哎没事。哎，这我来的时候，我下回来的时候我给他带点，那不值钱，那不值个钱。有这耐候那都是，真的主要是咱山那木呀那个弄那个东西。这都行不？你时间点点巧了，那不用那个跟锅儿跟这儿磨磨。磨是锅儿磨。锅儿我怕它。啊，你听见？你在这儿，你行去。先把锅儿。哦。这不能插。这不能插。插你。我做。啊，对，平时用的时候，这个还该靠后点了。哎，对，哦、这都怕了，我就跑。哦啊，明白，没事，咱这会儿先给他。哎，这都搁拧上了。嗯。那没事，这个能聊都不用帮他了，反正到时候一装箱子里，他也不会来回跑了。正好弄了，我这不是来回啊，弄了。哎，这哎，这稍微抽。哎。第一个吧。啊，这是第一个。嗯。那成都这儿。嗯。我从成都这儿来过。那时候还空地儿。嗯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。行了。有点小碍事啊，这个娘该下班。哎。啊，然后一排一排剪完啊，那他东西这台机器最好是两个人剪拉手，两个人一块儿。一般这个人点快。啊。主要咱弄这个时候，你看下次给这好好再手弄个一挡头，他不会这样两头倒，他就是这样一个挨一个，他倒不成这样。嗯。稍加一个愣，他能扛一下啊。看着这东西，哎呀，没事，现在不能了。哎，这不能了，这现在不能了。嗯。咱就说以后这个在心里有个愿望，能拿六多什么？哦，那他那就这个等着呢，我觉得也能等。关键是你那个东西还不能弄得高，弄得高这两个板子才有碍事啊，只能弄一点儿，将将扛着拉。哎，对。啊。那这回下回就是直接带导游，啊、等拧的差不多了，拿着刀给这一拉。哎，对，一会儿。